他会有广播，有广播。然后我主那个广播也是按照我的手势下去广播的。我今天会先比，这是蓝方，蓝方，然后蓝方也就站到红线这边敬礼，对，敬礼。然后我会请进场到这个地方来。那白色，白色谁？我会走，我会走。然后他会说，他会说全力栽培，然后什么名字？之后，他会说 Green， 全力栽培，然后谁？然后进来，比他之后，要我比，广播员会广播会讲，要我要主持人做广播才会讲，然后完之后请他进来这个地方。那一样就因为他有限，然后这样子，最后面我会变成塔林。好，排列就是敬礼，然后就往前踩一步 ，crash， 然后就开始比三方，好谁好进场？好了，白方谁好进场？哎呀，好庄严，好，这个好了，这个 crash， 小了，现在恭喜你，然后现在已经时间钟表已经四分钟了，我现在看不记得去，他已经过了一分多了。好，我就想好打，好，那就回来位置。好，然后这个当下的时候，我觉得南方攻击比较少，我就给南方一个什么汤米克，汤米克判完之后，这个南方一样要抱胸敬礼，塔利，这是尊重选手。所以你犯完犯规的话，你一定要让塔利，哦，塔利之后 ，rush， 然后就继续开始 ，crash。Yambas, Yambas, Halal, Nadim.